目前医学在做男生变女生的手术，大概可以分成几大类了哈。简单的讲，就是一个是皮瓣手术，就是把这个男生的器官摘除掉，那男生的一些皮，包括阴茎的包皮，还有阴囊的皮，用来做一些外阴部跟阴道，这叫皮瓣手术。另外一种手术就是说，这些皮把它留下来做外阴部，但是阴道它就用这个肠道来做，有人用小肠做，有人用大肠做，都可以来做这个阴道。那它有各有各的优缺点，你如果是用肠道做手术的话，就是你肚子还要再划一刀，但是有些人用内视镜可以去取一道传道去放到这个骨盆腔去做阴道，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手术。那你用肠道做的阴道，它是比较不会萎缩，因为它的深度会比较够，然后它有一些分泌物，在行房的时候可以不需要用润滑液，但是它的缺点是，它有时候这个肠子的肠液会一直分泌，所以它一个月30天都要带着这个卫生棉，不然那个裤子都会弄脏，这个是它的缺点。那所以目前我们的手术以皮瓣手术为主，如果皮瓣手术会有萎缩，然后都没有办法去做很好的一个扩张，病人要求之下，我们才会建议他做肠道的手术。